好的，欢迎回来月世界了。那我们回到神魔三国志，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新的活动星落龙印跟六合秘宝，有点推出新的一些互动的小游戏的概念了。那这一次星落龙印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是推出一个外观出来，那是否我们的魂旅部部分。那这里看一下外观的感觉，这是什么五星盲阵之类的吗？可以召唤出来？那这把焚天戟吗？不是啊，不是焚天戟，不管是什么戟，其实还 OK 啦，蛮帅的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那种金弓先现水气沉掉那种的玩家，那他又可以额外增加输出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去把它做一个入手动作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的话，飞将夺宝部分。那这个就是单纯只是拿夺宝卡去抽，那它分成全民夺宝，一般的无氪玩家白嫖都可以拿到一张部分。那至尊夺宝的话，就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，你必须要有至尊夺宝卡才可以去抽这个，不过它就有点吃运气。然后它的这里还有至尊超级至尊自选礼包部分，那它又可以选择这个龙珠部分，不过这一盒里面的龙珠并没有特别的香，并没有特别香，反倒是自选武将倒还更好一点，里面还有实验文跟我们就是之前的金光的这个角色可以选择这样子。那这里还有机会可以开到顶级龙，它应该是都有三个都有吧，然后又可以额外去拿到顶级的龙珠的礼包部分。那我觉得不管在龙威或者龙技部分，甚至说吸星，其实吸星已经对于有氪玩家来说，通常多数都已经拿到，而且可能都已经加好加满。那现在应该会比较在意的是龙威跟龙技部分。那这个也是有氪玩家呢可以在逆转战局的一个这个龙珠部分，所以势必是有氪玩家，而且是比较偏向于氪多一点的玩家可以去投资，因为他毕竟有出来的概率部分，那他必须十次之后才有机会出龙威、龙星或龙技或吸星部分，它并不是一定出龙威或者是龙技、吸星等。所以你变成说，假设我就是缺龙威，可是他每次都出龙技给我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的玩家才有机会去玩这东西。那原则上在腾龙脉寻宝部分的话，它分成引龙、腾龙跟这个撼龙部分。那分别对应不同的引龙，就是大概只有我们无氪玩家可以用得到的这个引龙铲部分。那你有机会在引龙这里的话拿到一个腾龙的罗盘，那腾龙罗盘则可以用在腾龙寻宝这边。那腾龙寻宝这里又有机会可以拿到撼龙的金池部分，所以它是一层叠过一层。但通常对有氪玩家来说的话，应该是直接在商城这里直接购买就好了，就不用因为透过一层一层关系去拿到。毕竟要从引龙到腾龙到撼龙，我觉得会花费太多钱，这是没有太大必要，这是给开哦。原则上就是有氪玩家就是针对你想要的部分。那在引龙部分的话，选择来说应该就是以盒子跟袋子为主，你缺盒子就缺袋子就选袋子这样子。那在腾龙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啊，因为这样应该是选这外观，毕竟现在又有外观共鸣的部分，所以说你外观越多的话，单一集中给某一只主要火力的话，它又可以强化它的输出，或者是说它的抗性部分可以提高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所以这一轮来说的话，选择应该是选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碎片部分来去做兑换。然后你第一次兑换的时候又可以额外去拿到100颗的外观共鸣石，这个都是对于有氪玩家呢相当不错的福利的部分。那在撼龙部分的话，真的不用讲，原则上就是选择顶级龙珠礼包部分。我倒也不会因为我超过第二轮或第三轮之后，我会选择所谓的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很香啦，就是五星的自选礼包跟五星的五级，应该说讲错，五级的自选宝石跟五级的这个自选这个宝物部分。那其他来说的话，硬要说，但我觉得啦，对于氪玩家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遐想，除非你真的是有钱到爆掉，然后你
其他龙珠都弄好了，那你，可我觉得有能力把龙珠弄好的，他肯定不缺袋子或盒子啦，甚至说他也不缺这个酱部分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大氪玩家的话，或者是中氪的玩家，还是以顶级龙珠礼包为首选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部分就介绍到这里。那甄选四级部分的话，这里我觉得倒没有特别推荐要买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撩级。然后再来的话，龙脉商城，原则上没有什么好说，它一轮就保底24，所以直接买这个所谓的汉龙金齿部分，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龙珠礼包给带回家。甚至说，你如果有机会在保底之前拿到的话，你还有机会额外去抽一些资源出来。所以大概就是那一颗龙珠的话，就是$100等于大概3000，是多少？$100等于30嘛，大概3000。所以要出一颗龙威或者龙纪龙七星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大概要3万哦，大概要3万台币才有机会把我们龙珠给开出来。所以照过去惯例来说的话，3万都可以去买一只比较强的，就是当期的刚出的武将部分，大概3万多。所以有客玩家自己就去掂量你的那个口袋深度，原来这个商城就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去介绍，它就是直接24保底直接买起来就对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夺宝礼包部分，这里就可以去买到这所谓的至尊夺宝卡的部分。那原则上就看各自的口袋深浅部分去做决定。星落传说部分的话就解任务，那额外可以拿到这个所谓寻龙铲部分。对于无氪玩家来说的话，大概可以白嫖大概11铲左右，11铲并没有办法让你有机会保底，可以从汉那个所谓的看一下哦，引龙到腾龙部分，但是你有可能有机会在引龙这里去拿到一个或两个腾龙的罗盘部分，那在腾龙夺宝这里又可以有机会概率性的去拿到汉龙金齿。不过我觉得你要从这里跳到这里，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有机会跳到这里我就觉得要偷笑了。这边资源其实还蛮肥的，这边资源还蛮肥，然后到汉龙之后更肥，毕竟它有这所谓的盒子，然后又有所谓的这个天罡地煞资源礼包。来到大后期来说的话，多数的玩家都会在天罡或者地煞那里非常欠缺，特别是天罡会很缺，所以有机会可以拿到礼包的话，你知道这里会比较推荐可以用天罡。当然有开始有玩家已经满到10220等的部分，那这个真的是没话讲。在地煞部分的话，那天罡的话好像是250吗？我都忘记了。天罡，对对，最高是250，然后地煞是最高是10220左右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针对应该看完了吧？是不是？对，看完了。那这个就不用讲，这只要你自己针对你想要的这个资源去做选择即可。那我们再讲一下六合秘宝部分，它其实就是消消乐啦，那消除3个以上的相同其实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级的奖励部分，从这里左边最烂的一直往右推这样子。每消除3个盒子会减掉1个回合，一开始就有10个回合，所以10个回合 结束之后，它就会结算你奖励部分。那你要消用合成的方式去做出来的话呢，它就不会消掉你的回合数，必须消以上哦，它那个以上不知道是怎么去做堆叠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要有比较特别的形状出来，你才有机会可以去做那个堆叠的方式，回合数不会被消灭掉这样子。你看它直接就消掉，即便你这样消一回合来说的话，好难哦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困难。哦，你看哦，假设这是比较特别的那个十字星的话，你消4个没有用哦，可是你消这样子的话好像就可以。比较特别的这个形状就是像是这种就可以，那就是4个1个，然后这样3个和消起来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多延长一回合这样子，或者是它刚好掉下来，你刚好又可以额外去消到的话，它又有机会可以去延长回合数部分。那
在这里来说的话，就是希望可以延长越多回合，或者说你可以在里面撑越久，你拿到的资源就会越好。那要弄到红色真的有点困难，我们来看一看要怎么排。所以你不能就是任意消，你如果太随便消的话，很容易就结束了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？看起来没有。你看哦，他这没有特别消，就即便有叠消，感觉也没有用，也不会增加回合数部分，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想办法积到特别的形状，才有机会可以额外的去做。哎呦，你看他那个有点莫名其妙，可能要不知道消几次还才有机会。八回合，好恐怖哦！好想撑久一点。呜呜呜！爽爽爽！多赚多赚！你看哦，这样就一定可以，确定这样可以，这样就额外多一回合出来。所以你必须要用比较特别的十字形的部分来去解，它才有机会。或者是我再推测是五个也可以。它有点像是之前在玩 Candy Crush 的时候那种感觉，那种概念。把这移过来这里好了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？好像没有，因为这边消不下来。如果说这边可以叠五个的话，就这里可以下来的话，就蛮爽。嗯，没有特别的那种形状出来，很可恶。九回合，感觉很为难。没有，他必须三个是一样的形状才可以去涂饰，才可以去消掉。我想留这个，然后让他去可以消，可是你就要考虑要怎么去留，或者是在这里包也可以。哇，可恶！他如果在这个颜色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可偏偏现在就没有。哎，好烦呐！四个，这样有吗？没有哎，四个就没有。还是没有。好困难哦，我觉得人生好难哦。哎，我很快就结束了，真不想那么快的结束它。哦，有没有有没有？我还没哎，有，又一格了，爽！多赚一回合出来。消多一点，给我多一点，还要多一点。有比较 special 的形状，这个没有，看一下哦。特别形状要自己去找。要不要有机会？我点错了，感觉你会被那种会动东西给骗，你知道吗？会被骗了。连消呢？这样子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有，又多赚一回合了。好爽，好爽。可以多几个回合吗？哇，只有多一回合，好伤哦！伤到一个不行，
这样子下来没有办法。这个呢？哇，不行，快结束了，我快被结束了，快被结束了！啊，真的不行！我的妈呀，好想增加！给我个好料吧，好料！哇，没有！哇，真的没有耶，好难哦！有没有人？有合到红色的啊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让月世界知道。我觉得这好难哦，这个这样子，什么？为什么还多一回合出来？怎么削比较好呢？有没有好的？结局没有了，结束了啊！好难哦，我只能拿到这样子27回合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账号好了，再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账号，看怎么玩会比较好玩。觉得有点困难呢，他这个实在是你要一直看啊，然后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出来，让他可以去削。不然你就要集中，我就要集中。这过来是三，可是这样的话，这里没有。假设我这样子好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子下来，呜，有了这个，这个就额外回合了。这个我确定就一定有，可是比较特别的这种，它四个就没有，真的很扯。可是四个是不会消，不会减回合数的，所以你可以认真去消四个，你看。消四个的话是不会减回合数的，哇，这个也蛮爽的。你看消四个，消四个，然后我要认真的消四个，嘿嘿，这里有，这里就可以消到5个以上，这样就额外增加一回合，我还多一回合给自己，还蛮爽。我觉得是要看运气耶，他的那个牌如果好的话。就有机会可以增加很多回合，如果你牌的运气不好的话，就有点困难。像这样子的话，好像就没有比较特别的可以让我放，那我就会比较趋于。可是我不知道说，假设我现在消三个下来，这里刚好四个的话，会不会让我额外，哇，没有，让我额外去增加回合数部分。哦呦呦呦！烦哦，好烦哦！要我还要这样子的话，没有四个，至少要消四个，四个就不会去扣我的回合数出来。哎呀啊，消四个。你也可以去算，就比方说，我可能这个下来有没有机会掉橙色的，那我就机会掉四个。哦，这样有四个，你看，这样有四个可以让我去消，那我就不会被扣回合数，我只要努力的消四个就好了。这好坏哦，这没有了。我让这个移下来，然后看它能不能叠个比较好的形状出来。我没有，靠着你的腰嘞。努力的找，你一定要努力的去找，找到有四个去消，这样你的回合数就不会被减少。好难哦。他连消就没有用啊，像这种连消方式就没有用。连消，靠，刚才是六是不是？那就是六嘛，有减少吗？糟糕，我没有特别去看。
都不好，这牌都不好，现在牌不好了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额外多一回合，爽爽的过。哎呦，又有了，又有了。我们就是要额外的让它多，我们希望这掉下来有个绿色的，这样就有五个，看看能不能有机会。看一下哦，拜托。哎哎哎哎，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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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你就是要让它额外的多销，你才有机会可以去拿到好料的好料的。我比较希望这样子，他过来不行，他过来也不行。没有四个啊，眼睛利一点，努力的找四个。其实这里的话是有机会的，可就变成说你要去消其他东西，让他这里掉下来，看有没有机会拿到这个卷子。有点困难。我觉得这个绿色的通常都是要合成居多吧。可恶啊！还没有特别的好的地方。那我先让它掉下来好了。没有。哦哦哦！额外增加，额外增加，额外增加都是赚到的。要掉四个，哎，这三四四四也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，哦，五，爽，就是要用五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应该又可以四了，哇，这个特别的，赚了，赚了，赚了。然后再看一下哦，有些形状是你要刻意慢慢的去排出来啊，不是就随便放，如果随便放的话，很容易就挂掉了。这又四个，你看这里又四个。你看哦，这里有一二一二，所以你只要设法在这边中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。你看，刚好这里就有一颗，所以下来就是五颗，这样又额外可以增加一个回合数。所以你要自己去看，然后这里也是，这里有四个，然后这里有五个，所以你要想的是说，我如何在这边让它可以掉下去。可是看起来好像不太好掉，好像不太好掉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掉下去，不然的话。有机会掉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去额外去拿到。假设真的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先这样子啊，起码你可以保住说这一回合是不会被扣回合数的。然后这里的话是有机会试，这里的话就没有机会。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好难哦，我觉得有时候人生为什么过这么难呢？等一下哦，这掉一层下来，所以我可以，可以，哇，没有，这里有五个，好想要哦，好想要，叫来一个绿的，哇，它直接被消掉了。哦，所以有消掉，只要消掉四的话，其实有机会就是直接扣掉。所以叠消四也是有机，也是可以让你可以不用去被扣回合数的部分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尽量叠消四啦，或者是去促成有四的机会。你看现在这里的话，中间就有一个，所以我们可以。这样子，哦，你看这样就有了 ，yes， 赚了。那我们就要设法在这边去弄一个渠道给他。哦，赚了赚了，这里弄个渠道给他。没有。这里过去的话，
这里过去，那起码我可以保住这个四次部分。然后你看这里有机会，但你就要看有没有机会掉出来。嗯，没有。那这样子呢？哦，转转转，又转。这里有缺口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。你看，这样就转了，这样多转了两回合。天哪，好肥啊！你看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再换哦。可是它过去的话，应该是只有换成橙色，但我希望是要有蓝色。那我在下方这里叠一层下来的话，它会一起，欸，可是它会一起下一格嘛？啊，可恶，它很贱欸。七回合，然后你看这里的话，我只要在下方这里叠，可是叠不到，那我就要思考，我不要从这里，这边有个缺口，可是这边也没有得弄，那我看这边一样也没得弄，而且如果假设叠这里下来的话，有可能是橙色下来就直接把这里消掉了，唉，他就是这么坏。他鬼做海料料了啦，分吃器，这什么鬼？哇哇，他把我吃掉了，他坏，他吃掉他了。哎，那我就纯拼蓝色，蓝色。他是怎样？这里的话，哎，我走54步了，哎，天哪，还蛮爽的。可我觉得一切都是运气，它系统掉得好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多走几步。当然你是要透过小小的小小的心思设计，好像快被逼到绝路了。这也是有机会的，可是这又掉不下来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，而且你越多宝物的话，它会越固定越死，你的方块就会越少。好烦啊，好烦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结束它了，突然有一种可以喘息的感觉。哎呀哎呀，可是我想要再来一次，哎，好烦哦。可以再给我几步路吗？哦，有，消掉消掉。可以再给我几步路吗？我想要，给我多一点，还要多一点。这里下来，这边过，这边会一格。哇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烦啊，好烦啊。哇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没有救了，找不到好料的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好料的话，我们就要设法绿色。哇，绿色没有几包，而且离那么远。假设我叠一层下来，热下来不行。假设好，没有了，我好懒了，我们就这样子吧，回 key 啊。好，60回合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拿到190元的元宝，然后50万的部分。好，那以上是目前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最新的活动的部分哦。你也可以分享一下，说你大概走了几步，然后拿到多少的这个奖励部分，跟月世界做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了。虽然说给的东西不多啦，但我觉得起码也是多给一些元宝部分啊，就凑合着用吧。那喜欢影片的人不要忘记帮月世界影片点个赞，还没订阅观众朋友帮月世界订阅起来，就下一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